性感女星舒淇就会当起老板来，创立属于自己的公司，呼吁大众重视环保这个议题，并绞尽脑汁发起设计地球天使随身碟。其实真的蛮激动的，对对，真的，因为第一次好像从头到脚都是自己去完成的一个创意跟概念，然后那么多人的支持跟 support， 还有也非常感谢媒体朋友们也这样很 support。我觉得我不可以再讲话了。回想起筹备时期的心路历程，舒淇感动到激动哽咽。不过话锋一转，谈到与彭于晏的绯闻时，她态度则显得落落大方。无所谓，我觉得不管是好事坏事，只要不管是好事坏事，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，就慢慢传。但我希望传的最好的，当然就是可以大家爱护环境、保护地球，把地球天使这个理念传递下去。耶！对于外界的八卦传闻，舒淇并不挂心，只想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回馈给这个世界。搜狐乐播报，台北报道。